我唱得不够动人，你别皱眉，我愿意和你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睇完片头唱 K 嗰个画面咧，咁咧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一些关于卡拉 OK 嘅楼蛋啦。咁咧佢就系 EPOP 旗下水特颜特呢个楼蛋系列嘅产品。咁咧，水特顏特呢個系列咧，就係以佢一個可以活動性好高嘅人仔啦，作為比例，跟住咧就衍生好多關於我哋生活上用到嘅嘢啦，例如咩健身房啊，或者有啲建築工地啊，又或者係嗰啲單車啊，電單車嗰啲嘢。咁咧，依個系列咧，我覺得得意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將即係我哋生活上嘅嘢縮細咗啦，縮細咗咧，而且佢係做得都 OK 精緻嘅。就例如好似你話依張 sofa 啦，同埋依個點歌依個 mon 咧，其實係真係做得都幾象徵到幾高嘅。咁啊，又可以睇下佢依個，其實佢做得嘅配件都幾細緻嘅啦，有埋啲咪啊，同埋沙錘啊。咁咧，仲有咧，依個 mon 咧可以換嗰個歌詞嘅，即係畫面嘅，係啦。咁啊，依個真係做得係好細心啊！依啲咁啊，但係咧，依一種玩具咧，我覺得最正嘅過程咧，就係你砌完之後可以用佢嘅人仔咧去整即係影相啊，影好多嗰啲好得意、好搞怪嘅畫面。咁啊，一陣我喺片尾都會再整啲嘅。咁啊，好啦，俾大家睇一睇我扭。開佢哋嘅過程啦～